官方通报，中石油累计倒卖进口原油 1.795 亿吨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我们知道国际市场上石油交易都是按桶计价，通常一吨石油大约是八桶，那 1.795 亿吨合计大约为1436亿桶。查了下2021年我国国产石油 1.9898 亿吨，合计大约1590亿桶。按照1月19日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.53 美元，收于每桶8696美元计算，中石油倒卖石油按值为1248.7亿美元，如果折合人民币，按当前汇率 6.34 算，大约是7917亿人民币。这样大家就能比较直观感受这个案子有多大了，绝不仅仅是危机问题。我靠，好大的瓜，连年亏损，倒卖这么多还是巨亏，这真是神话一般的地球石油公司。